有人说我经常给魏忠贤翻案，翻什么案啊？这也不过是帝党之争嘛，你敢说东林党没有错？我只是阐述了一个充满阴谋的历史而已，何必那么激动呢？那我就继续说了啊。当年汪文言被抓，东林党就慌了，因为汪文言是东林党安插到内阁的线人，他知道东林党的事情太多了。东林党人要做最后的挣扎，就是弹劾魏忠贤24大罪，而且是几十人一起弹劾，这就犯了朝廷大忌奸党。现在人们根据历史都知道东林党结党，而当时这种结党是秘密的，因为任何一个朝廷都不允许结党的，这是为官之大忌。宁熙宗很痛恨的，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段逼了明熙宗很多次。天启六年啊，这个明熙宗在宦官也就是九千岁魏忠贤的影响下，下诏拆毁东林书院，继而东林党遭到了猛烈打击，东林党人最终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同年九月，魏忠贤命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将东林党列为反面典型，从思想上对东林党进行了斩草除根的总清算。一时间啊，那个不论是东林的核心成员还是外围支持者，都在其一手挑起的残酷斗争中品尝了风声鹤唳的甜美滋味。丢官者有之，丢命者有之，叛变者亦有之。然而奇怪的是，东林倒霉的几年光景，辽东局势却出奇的顺利。天启三年四月，孙承宗重修宁远城防工事。天启三年七月，袁可立设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一并收复了荆州、吕宋、望海堡和洪嘴堡的战略要地，大部分沿海地区失而复得，辽南数百里的土地重新归于明朝。天启七年，明熙宗朱由校病逝，此前向储君朱由检遗言说，哎，这个魏忠贤恪尽忠贞，可记大善，亦委任。哎，崇祯皇帝的确遵从了皇兄的临终遗言。朱由校生死三个月后，朱由检一纸调令，将魏忠贤委任为中都凤阳相邻司乡，后又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行至途中魏忠贤自缢而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恢复名誉，以下诏修复了东林书院。东林党残余的火种在崇祯皇帝巨大的鼓风机面前终于再次燃起了熊熊大火。第二次上台的东林党相比于之前更加的偏执与疯狂，在政治正确的光环保护下，东林党不仅在政治上一步步地进行着对所谓阉党进行政治追杀，而政策上也撕下了曾经伪善面具，公开为其代理的大地主大商人站台唱曲。崇祯三年，东林党不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事实，正式取消工商税、海税。崇祯十年，为弥补工商税、海税的亏空，正式对西北贫困县挣扎的农民加征缴饷。崇祯十二年，为抵制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军起义，对全国农民阶级加征列饷。你看看，这就是东林党干的事儿。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了明朝政府的一倍以上。东林党人终于为自己代言的地主富商减免赋税后，迎来了大明王朝丧钟的敲钟人李自成。其中的一些细碎琐事暂且不说了。五年之后，三月十五日，李自成逼为北京太监曹化淳留言：“忠贤若在，时势必不至此。”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于景山，遗言：“主君勿朕置逆贼之逼，今师朕死，无面见祖宗于地下，自取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封面正师，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属下将崇祯帝尸体移至东华门示众，除范景文等十一名尚有气节的东领导人为帝国自刎外，只有二十一名东领导旧臣跪拜崇祯遗体。剩余所谓的明成国事早已写好反省材料，在李自成处排队谋求新职。